出发，我哋去边度玩啊？带你住酒店好唔好啊？今日行啦，快啲起身啦！好多人都问我关于长洲的度假屋啊，同埋酒店的嘢嘅。咁今日好开心可以去到长洲的华威酒店嗰度做一个 staycation， 唔系系 docation 先至啱。冇错，我哋系会带埋 Chopper 一起去啦。咁就顺便拍俾大家睇一啲 room tour 啊，同埋有啲乜嘢长洲的活动啦。我觉得喺长洲嗰度做呢啲 docation staycation 咧，系同出边市区酒店有少少唔同嘅。咁玩嘅嘢啊，都系比较户外啲啦。咁我哋今日一起去体验一下。大家嚟长洲嘅沙滩会发现最右手边嗰度咧有一栋建筑物咧，佢就系华威酒店啦，就系我哋今日要住嘅地方啦。系啦，行到沙滩嘅尽头咧，就系到酒店啦。哇，咁开心啊你！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 check in 咗啦，佢系用锁匙嘅形式嘅，咁我就带大家嚟一个 room tour 啦。哎哟，哇哦，又冷气啦，终于，我哋嘅宾客几开心。系啊，一入到门口咧，右手边会见到有隔万啦，然后咧有风筒啦，有个好细嘅雪柜，同埋咧有拖鞋啦。喂，旁边就有个衣柜嘅，咁而左手边咧就会系厕所啦，咁系咯，都系一般嘅厕所啦，会有埋浴缸嘅，睇嚟 Chopper 对呢度啲地毡都好满意，咁开心啊！我哋嚟到呢个区域咧就系播 Chopper 二次噶啦，酒店咧系会有食物兜啦，跟住有啲湿纸巾，同埋有两个玩具啊，我试下同 Chopper 玩先。跟住之后有个翅膀啦，同埋有张床床嘅，系啦，两个狗仔玩具咧，我问过系可以拎走嘅，咁同埋零食同埋湿纸巾都得啦，咁其他都系要摆翻喺酒店嗰度，咁同埋后面咧就会有呢个宠物住嘅 staycation 一啲规则嘅，咁因为我哋带住 Chopper 嚟咧，就冇得去餐厅食饭咧，佢就系 room service 咧，就俾咗一啲嘅餐饮券我哋啦，咁一个就系放晚餐，一个系放听朝早餐嘅。旁边就会放了本 menu 啦，如果你是 book 一个 in room dining 的 package 就会包了一个海鲜晚餐啦，跟住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早餐啊、下午茶，甚至乎一些在房里面可以嗌到的小食的 menu 的。咁台上面呢个牌咧就会有好多呢度唔同嘅活动啦，咁我哋一阵就会玩呢个独木舟噶啦，然后隔篱有啲茶包啦、热水壶同埋一啲水啦，仲有电视机嘅，咁再过嚟呢边咧就有一张茶几仔，然后咧就有两张床啦，系啦，咁间房就系咁大啦，最重要就系呢个 view 啦，大家望下呢个，哇，都唔知系几多度嘅海景，不得了啊，攞俾我。你唔攞啊？系咯，攞俾我啊！系喎，得唔得？好似好开心咁啊！等 Chopper 饮埋水咧，就带大家望下呢个酒店嘅设施先。lobby 咧就喺地下 G 楼嘅，咁 lobby 嘅对面咧就系一个中餐嘅餐厅嚟噶啦。如果不是带住狗仔的话咧，呢度都有个自助早餐区嘅，拎住个早餐行出去露台，吹住海风望住海景食饭，都真系几惬意噶。当然啦，除咗自助早餐之外咧，呢度都有其他早餐可以去嗌嘅。酒店咧仲有一个烧烤场噶，咁呢度嘅烧烤炉咧系可以俾住客免费咁样借嚟用啦，咁就自己买啲炭啊嘢食咧就可以喺度烧嘢食噶啦。咁重点咧就系可以带埋 Chopper 啦。只狗已经很开心咁探索紧呢一度咯，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哋喺度住大狗仔嘅话咧，都可以有呢个选择噶。之后咧，我哋就出发去玩独木舟啦。嚟咗长洲之后咧，我系爱上咗玩水上活动啦，独木舟咧系其中一样嚟嘅。哇，好靓仔喎 ，Chopper 系咪啊？平时我哋玩独木舟咧，就会喺观音湾嗰度自己租啦。咁如果你系住华威酒店嘅话咧，佢哋系可以帮你安排咧，仲有九折嘅优惠嘅。其实咧，我系唔识游水噶，不过独木舟呢样嘢咧，我觉得比较容易上手咯。第一次玩嘅时候咧，已经得心应手噶啦。喂！喂！
大家不用那麼擔心， Chopper 跌了水之後反而冷靜過我們，慢慢游回去我的艇那裡休息的。那我們再撐多了一陣之後就慢慢撐回去岸邊那裡。那這裡除了獨木舟之外還有直立板，甚至乎大家可以帶狗仔去沙灘那裡就這樣玩下水，都是非常好的選擇來的。去完沙灘回酒店的時候，門口是有得花灑沖水的，所以就可以不會整污糟酒店，非常方便。我可以冲下只脚啦，冲下啲手啦，或者系一啲用品咧，呢度侧边都可以冲嘅。咁我知道咧，唔一定个个都有狗仔噶嘛。咁如果冇狗仔，你又想要露台房嘅话咧，我问咗酒店借一条锁匙俾我，系啦，搵一间今日冇人嘅露台房咧，我不如带大家望下个 view 系点样啦。哇，都几正。今次去呢间露台房就系双人床啦，跟住呢度出边哇就系无敌大海景啦！哇，大家望下呢个 view， 坐喺露台嗰度食下早餐，跟住听下海浪声，哇正啊！坐住喺呢个露台个心里边谂紧乜？真系好想放弃只狗，自己搏呢个人搏，超级无敌正啊！好啦，我要还翻条锁匙俾人啦。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带大家去天台嗰度咧睇下日落啦。天台咧就是这样的了，现在那边就有日落了，好漂亮。我们看了这边，这边有艺术家画的墙，大家可以来打卡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些台呢？其实是可以在下面买些酒，跟着上来就摆在这里，站在这里喝酒，看着这个景，哇，看着日落是不是超级正啊。看完个日落回去房那里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我们这个套餐是包了一个长洲虾酱炒饭、海味小炒黄、豉椒炒海蚬，跟着有个姜葱爆鲜鲍鱼和小岛传统焖鲜海鱼的。好，那我们不客气了。其实呢，如果要这个 in-room dining 呢，你是可以打电话跟他讲定大约几点钟，他是很准时的。因为我 book 的时候是 book 7点钟吃晚饭，现在7点05分已经是什么都拍了给大家看了，所以呢真的非常之好的。哎呀，好肚饿啊，所以呢我们开餐啦，吃饭啦。大家真的有所不知，作为一个宠物的主人呢，如果帶住 chopper 咁樣出去食飯咧，一係就係坐室外啦，就會好熱啦，跟住之後又要抱住啦，或者係綁住放喺地下啦。好似而家咁樣咧，我哋可以自由自在咁食飯，然後佢又可以自由自在咁樣喺間房度行咧，又有冷氣咧，超正啊！真係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我仲覺得個份量唔夠嘅，但係食下食下咧就好飽啦。之後咧，我哋就帶咗 chopper 落樓下沙灘附近咧，同佢散下步嘅。由酒店嗰度行落嚟沙灘呢條路咧，其實都係大約一分鐘路程嘅啫，咁所以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長洲嘅光害咧比市區係少好多嘅，咁所以如果天氣好嘅話咧，抬頭望上去見到好多星星嘅。吃飯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快啲啦，飲啲嚟啦，係咪啊？哎呀，食曬有啲乜嘢啊？哎呀，我哋食曬飯啦，係咪啊？有碌碌食係咪啊？好啦。东湾这边看日出真的很适合的，有少少美中不足就是我不是美房也不是露台房，所以我 set cam 是有少少限制的，不过拍完个缩时之后我都是觉得很漂亮。这只狗仔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北条亭了。当我们来到北帝庙的时候，那个北条亭的入口就在那边了。看看这条楼梯，再看看这只幸福的狗仔，你就好咯，唔使行楼梯。可唔可以抱埋我啊？叫加油啊！我哋嘅团友系有冇问题？冇问题。O K。O K。好，继续。今日冲啦！咁咧向前行就唔拍咁多住啦，因为嗰度系有个好似佛教嘅坟场嘅，系啦，会经过一个，咁就唔阴森恐怖嘅。是啦，好 peaceful， 但是都唔影啦。咁如果你哋会介意嘅话咧，咁一阵我哋走咧，熟晒气啊，就会行另一条路落去咧。咁嗰条路就应该系唔惊瞓墙嘅。咁你就可以选择用嗰条路去上落咯。咁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呢条路快啲上去。咁所以咧，我同埋可以俾多个选择大家。系啦，咁系啦，咁我哋就继续行啦。过咗坟场之后咧，就一路系呢啲少少暗斜咁样上去嘅平路咯，所以我觉得呢条路系其实好啱
狗仔啊、人仔啊咁样，系好舒服又唔会话极攰嘅一个行山路线啦、啊。你睇下，佢都得，系咪先？冇错，我哋到啦，就已经上到嚟北挑亭啦。大家望下呢度个风景，系咪心旷神怡？呢度系可以望上大半个长洲噶。点啊？呢只狗仔？喂，唔好孵蛋啊，上翻嚟啦！哎呀，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翻去啦，跟住之后就喺酒店嗰度食早餐。唉，其实真系好好呢一点咧，一阵间同大家 review 下，讲下间酒店嘅时候先顺便讲埋啦。系啦，而家唔多讲啦，好攰啊，我哋要翻酒店啦，希望十点前可以翻到去啦，因为十二点钟要 check out， 我哋想先冲个凉，慢慢叹个早餐，叹多阵冷气，系啦，先至翻屋企啦。好啦，要行楼梯啦，所以再讲啦。好啦，咁行完楼梯之后咧，就一路沿住呢啲平嘅斜路慢慢落翻去啦。翻到去之后打个电话同佢讲大约想几点食早餐之后咧，就可以安心冲凉咧，就等嘢食嚟啦。早餐咧就有鸡蛋啦、蘑菇烟肉，一个 full breakfast 嚟嘅，咁就有橙汁同埋奶茶，有多士同埋有生果。好啦，咁我哋行完个山之后咧，就翻嚟冲凉啦。跟住之后冲凉之前打咗电话落去咧，就 order 咗早餐。而家食完咧就准备要 check out 啦。系啦，咁就不如同大家拍呢个 review 啦。点啊你？你喺度冲紧啲乜？出埋喺度黑紧啲嘢。佢唔想走。佢煮得劲开心，呢个系我冇 expect 嘅。咁其实今次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嚟长洲除咗大鱼蛋同埋糯米糍，即系呢啲扫街嘅嘢之外咧，其实呢度都仲有好多嘅活动咧，系好适合大家过嚟一个 station 啦。咁我哋今次咧系一个 station 嚟嘅，系啦，就带埋 Chopper 一齐嚟啦。咁虽然市区可能都有好多呢啲嘅 package 啦，但系我觉得在長洲這裡是會有更多市區做不到的體驗咯。說回酒店這裡，雖然它不是銷售一些很華麗的配套，其實這間酒店都可能有少少的歷史的，但是呢其實很舒服的，整件事即是高床軟枕，跟住沖熱水涼，昨晚很感動，我們很久沒有接觸有熱水了。所以呢其實這裡一切都是正常酒店的水平的，我覺得是的。還有整件事真的 很開心，因為帶著狗仔來長洲其實真的很熱的，外面吃東西是會一直都是流汗，吃到人沒胃口。但是這個呢，尤其是今早的早餐真的很感動，因為下完山之後是人又熱又累濕曬之後呢，回來打個電話就可以這樣一個 full breakfast，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咯。我覺得很舒服的住酒店，因為度假屋我又住過，酒店又住過，兩樣不同的東西來的。酒店雖然貴一點，但所有東西都很舒服的。是啦是啦，即是你度假屋所有啲衛生的東西你不需要擔心，這裡是有一個 standard 在這裡，不用怕裡面是背心來的。我不是酒館，是啦，所以我都是背心來的，大家不用怕。咁除咗床嗰啲有分別咧，我覺得廁所嘅分別都好大噶咯，係啦，咁同度假係完全兩回事啦。呢度係一個酒店 standard 嘅廁所啦，係有浴缸噶啦，即係佢有曬嗰啲牙刷啊、沖涼洗頭嗰啲嘢咧，基本上我淨係帶咗一盎 cream 同埋落妝油咧就過咗嚟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個空間感啊，所有嘢咧都係好舒服嘅呢度，同埋呢個景啦，這個海景咧真係超級正咯。咁希望我哋今次兩日一夜嘅 station 咧，可以俾大家啲參考啦。咁我知道咧，今次都有觀眾優惠嘅。如果你 book 房嘅時候咧，同佢哋講你係睇呢條片啦，或者係我嘅觀眾咧，係會有八五折啦，同埋有我呢個英式嘅早餐優惠嘅。咁但係咧就淨係可以 book 一個房，唔係一個 package 咁樣啦。咁其他咧，佢哋嗰啲 package 嘅價錢大約係點樣啦？有啲乜嘢嘅特別啊？有啲乜嘢嘅 details 咧？我都會喺 info box 嗰度寫翻俾大家嘅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哋今日呢條片啦。如果中意嘅，記得俾個 like 啊 ，subscribe channel。我每個禮拜都 upload 兩條新片噶。逢星期六晚嘅，逢星期六嘅晏昼三点来，星期日嘅十二点啦。系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经过咗两日一夜之后，呢只狗仔睇下，完全唔得啦，要休息啦。希望下次我哋再去其他唔同嘅酒店一齐玩一下住一下啦，好唔好？